听说你给杨主任做一注了。嗯，我的手术申请单胸外忘了送了，我就去找杨主任说了说，我那病人等不了了，大家就互相帮助呗。 打点滴的时候，手背会发凉，我帮你捂一下。叔阿姨走的时候，交代了我一段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说你脾气直，容易得罪人。现在看来，我可以交差了。<笑>这种话。 我妈逮谁跟谁说，我从小到大的同学同事老师，我听烦了。除了这些，他还跟你交代别的了吗？也说了点别的。说什么？阿姨说，她能看得出来。 你还是服我的，嗯，这倒是真的。还说那天晚上是为了考验我，我是个正人君子。哎，又开始不着调。总之，阿姨说，她负责带孩子。 哎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我觉得我妈说的对。 陆大夫也在呢，你也会扎静脉点滴啊？没关系，我这儿陆大夫会照顾的，你忙去吧。啊，要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 陆大夫，我看看。上。这事儿要是有人知道，就是你说的。陆大夫，您不会要把我灭口吧？ 灭口我不敢，我能把你调到急诊去。查完了吗？上完了。去吧。嗯。
东部地区连降暴雨，本台记者从嘉陵市中心气象台获悉，下午4:15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。目前东部地区有较强降水云团，正缓慢向西移动。 这雨下的可真够大的，慢点开啊！解决这件事情只有一个办法，让他们自己站出来。可他们都已经是当今医学界泰斗级的人物了，他们怎么可能听你的？庄叔，你没有任何证据，仅凭着对你母亲的感情。 就来指控我和修老师，那么我告诉你，一切答案都在卫计委的档案里锁着的。我可以出面调取，你来核实。如果后辈能走到一起，获得幸福，不再被往事纠缠，也算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。就算是我能跟他走到一起，难道我要瞒他一辈子吗？ 陈少聪带回来那本科幻小说还在吗？他看完的书都放那儿了，应该在。哦，好。应大夫给你开的抗生素和止咳药，我给你拿回来了，现在吃吗？睡前再吃吧。那我给你放卧室吧。 你来看看这个厚吗？有的盖就行了。你还没找到书啊？快进来睡觉吧。还没呢。 你也别看书了，你现在应该多休息。找到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啊。
气氛挺好的，一上车就变了，他就变得冷冰冰的，一直若即若离的。他那是装的，欲擒故纵，懂吗？这都是套路，现在肯定在屋里边等着你呢。什么意思啊？哼哼哼，凭什么呀？我一个女生我就够主动了，他还想怎么样？陆晨曦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你还在意这个？我问你啊，你到底想不想跟他好？想。那就别废话，想就行动。你那件衣服还在吗？在。上。房东还开不了自己家的门了，我就不信了。
起来了，稍等一会儿啊，早饭马上就好。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了？昨天晚上什么情况？昨天晚上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我敲你门，你没听见啊？哦，我睡着了。撒谎！我都跟你说过了，那门漏光。你屋里开着灯呢，我睡着了，没关灯。又撒谎！我刚走你就把灯关了。是吗？对不起啊，我……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轻浮啊？没有，必须没有。昨天在输液室又不是我一个人，我是因为你那样我才这样的。明白。可是我这样了，你又那样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开门？我还没准备好。你现在准备好了吗？还没。你是不是那方面有什么问题啊？没有。那你就是不喜欢我。不是。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你喜欢被动。啊？谁这么勤快啊？做什么呢？喂，将军，出大事了！你知道了，我也是一早接到的护理部电话，现在已经快到单位了。去单位？今儿不休息吗？你还不知道吗？发生泥石流了。泥石流？啊！本市东部连日暴雨，导致发生洪水及泥石流灾害，立丰、张乡等地受灾严重，具体伤亡数字还在统计中。据悉，第一批武警官兵已经到达现场，展开搜索和救援行动。通过现场的画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受灾民众因房屋垮塌等问题，被集中安置在……啊，好，我知道，我马上就到。哎，你们俩快出来吧，出事了！我知道了，主要我马上就过来。综合医院、市中心医院，没事了，已经不烧了。换完衣服马上就过来。哎，多给我一分钟啊，我要没洗脸呢。那你刷牙了吗？你刚才又干什么了？哎，多带几身衣服啊，这几天不能都不来了。你们俩快点儿，我先去发动车子。哎，陆晨曦，好了没？好了没？来了来了。先放处置室。
这不规则的伤口还有泥沙和铁锈，拿动作包来，推进急诊手术室，我先给他做清创。走，来让一下啊！哎，麻烦让一下啊！麻烦让一下。陆大夫，胸片。陆大夫，胸片。左侧多发性肋骨骨折，双肺挫伤有积液，高量给氧，让胸外下了会诊。啊，好，知道了。庄大夫。怎么样？啊，我这儿有三个需要你收走的，这个最严重，双肺挫伤有积液，血压血氧低，中度休克，已经给了抗休克治疗，但是需要马上手术。我已经联系好手术室了，目前手术室给了胸外两个间，其他两个你们也尽快接走吧。现在患者流量太大了，不能都留在这儿。交给我吧，马上用胸外，下来接伤员。好的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吃药了吗？忘了，回去马上吃。让一下，那行，请我吧，让一下。罗三，谁去罗三？给我一个床旁一个锅，听到了吗？来了，马上来，龙科班拿了没有？大家听我说，黄东东去检查所有外伤后症患者，凡只有皮外伤能完全排除胸腹脑损伤的，由护士清创包扎后立刻离院。通知陈少聪检查腹痛胸腹创伤患者，所有患者必须检查体温，有无伤口感染由值班护士长负责，统一记录检查。大家忙吧。是啊。喂，杨院长。老周，你什么时候到医院？我压根就没回去。灾区的伤员送过来没有？第一批到了，还在增加。你在哪儿啊？我这急诊空间不够用了。我尽快安排各科室下去分流伤员，我十分钟到急诊。好。哎，开快点。这可是您说的啊。手术室消毒做好了吗？我这儿有个连夹胸心包填塞病人，现在送过来进行手术。张老师，刚送了一个肺破裂伤，让张本涵马上手术。好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，通知病房，进去可以离院的患者，给他们办手续，把病人拿出来。好。刚才那个腿部切割伤的，必须马上手术修复血管，否则失血过多，组织坏死面积过大，可能要截肢了。好，知道了。院长，怎么样情况？第一批伤员都已经分诊处理了。太好了。到办公室去一趟，和各科室主任汇总一下情况。好，赵聪，我儿子杨子轩交给你了，走。哎，不是，哎，院长，你什么情况？陈叔您好，我叫杨子轩，我是来帮忙的。我之前参加过国际红十字会的培训，有一定的护理经验。去医务处报道，那边需要志愿者，去吧。好嘞。哎，等等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陈哥，乖。哎，去吧。目前有三台手术正在进行，估计20分钟以内就能结束。另外还有2台重症患者，应该不超1小时结束。后面还有5台等着。我知道了。手术室一定要严格消毒，一旦发生交叉感染、脓毒血症，死亡的可能性很大。刚通知我，急诊新收进来的3个伤员也必须尽快手术啊。这个不用我多说了，按伤者的轻重程度妥善安排。我知道，但伤员会越来越多，手术室肯定会很紧张。另外还有医院以前等待手术的患者，立刻对原先住院可以延后手术的患者进行劝导和协商，请他们离院回家等候，腾出手术资源留给灾区的重伤员，可以向他们保证，一旦救治的高峰一过，马上给他们安排手术。我们骨科已经这么做了，大部分患者还是通情达理的。好，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待在院里，24小时都可以找到我，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沟通。啊，嗯，散会。好。胸外吧，我急诊陈少聪。啊，两个肺部挫伤，现在会诊。好嘞。陈少聪，快来看看这个病人。仁和医院的全体同仁们，我是代理院长杨帆。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在距离我市60余公里以外的立丰县，已经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，山区深处还有受灾村镇等待救援，接下来几天会不断有从山里抢救出来的伤员送到我院，请各科室预留出床位。我刚刚接到上级指示，要求我院立刻启动群伤应急预案，组建紧急医疗救援队赶赴立丰灾区。
现在，请各相关科室主任、护士长立刻起草救援队名单。要跟你着重说一下，这是一名胸部挤压患者，需要马上手术，急诊病历。一个月前做个心脏搭车手术，患者年龄较大，手术难度很高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怎么样，你今天忙坏了吧？大家都一样，院里现在开始组织医疗救援队了。你报名了？急诊现在也不是没我不行，陈少聪他们这些干惯了急诊的人都没问题。我觉得我更应该去灾区，胸外急救经验我更丰富一些。照你这么说，我也应该去。我去了你就别去了，再说你的病也没完全好。你催我呢？你手术室里注意防护啊，别传染了病人啊。放心吧。哎，好，回来了。你们这几个科的名单都没有问题，啊，回去立刻安排吧，让大家跟家里人沟通一下，马上准备出发。好，好，好。钟主任，请您等一下。啊，你们科的陆晨曦还是别去了，副院长已经提出辞职，陆晨曦刚刚恢复工作，还是别让他去了。为什么？他的业务能力是同期最好的，胸外处置、急诊抢救，综合水准最高啊！不派他去，我找不出更好的代替他呀。哎呀，老钟啊，你也得为我考虑考虑。全院都知道，在胸外的时候他就跟我有矛盾。我现在刚刚坐上代理院长的位置，就把他发到救援队去，别人会怎么看我？我可不想全院上上下下的人说我公报私仇。副院长还没退呢，我就收拾他徒弟。算了吧。好吧。心思可真重啊！你这样可不利于工作呀、啊。但是利于团结，我心里有数。给。稍等一下，我还要测体温。体温刚刚测过了，体温37，血压160。谢谢啊，不过进我们科室我都必须再测一遍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帮忙啊，还带了帮手呢。您好，楚大夫，有事您说话啊。哎，这么一个大老板也愿意来干这种活呀？我有几个朋友知道我爸是院长，非让我带过来走后门当志愿者。那院长的儿子好使吗？当然不好使了。我们到了志愿者服务站才知道，必须要做基本常识考试和体检，结果最终通过的只有我跟老胡，太丢人了。大夫，刚出手术室的，收一下。啊、快去吧，23床，体温我测了，血压、营养呼吸测了，报给我。来，未来几天灾区预报还会有雨，给大家把科里的雨具都带上。到达灾区以后，主要工作集中在灾区的临时医疗站，如果需要我们进入灾区现场进行救援的话，一定要听从救灾部队的安排，不要冒险，不要冒进，既要全力的抢救伤员，又要注意自身的安全。啊，嗯，救援队护士长，马上去器械科总务科确认一下，
要保证第一批随队出发的医疗物资全部到位。这倒是，主任，一散会我就去。嗯，好。事发突然，大家都没有时间回家去告别了，打个电话吧。日常的生活用品我会让往来的救护车给大家捎过去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怎么了，陈少聪？哦，没事儿。啊，好，副市长。嗯，没问题，大家注意安全。我和钟主任等着大家胜利归来。放心吧，主任。好，散会，各自准备去吧。可以多待一面吧。好，去吧。嗯。医疗队里为什么没有我啊？真不是我的事儿，是上面定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去跟手术室核实一下，所有的手术室24小时运转，我们每天能开多少台？啊，按15天的量备份。进来，按15天的量备份，消毒剂、无菌设备。统计出一个数字，明天早上之前必须给我。行，知道了，杨院长。行，你去吧。陆老师。刘院长，我想跟您谈谈。不必了吧，都已经决定了。我就说几句话。这个老朱，那好吧，谈吧。救灾名单里为什么没有我？这是第一批救援队，情况都不熟悉。立峰全是山地，老公路的后一半都是山路，一定会有泥石流滑坡的。而且领导特意嘱咐了，不让女同志参加的。那护士里面全都是女同志啊！现在没有心情跟你吵架。我也没有心情跟您吵架。我是胸外年轻大夫里面能力最强的，急诊抢救经验最丰富的。就算我刚刚犯过错，院领导也得给一个弥补的机会吧。我知道，从业务和形式上都应该你去，可我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这件事啊，不是谁的业务强就让谁上这么简单的。不讲业务讲什么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再去就是需要能力强的大夫啊。那院里同事的心理，我不能不考虑吧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您是怕同事说您公报私仇收拾我是吧？既然是我自己来的，就是我主动要求去的，跟您没关系。您以为您不派我去，大家就觉得您大公无私了？您收拾我又不是一天两天了。道理没错，话是真难听啊。你这歇了一个月，思想觉悟没啥进步啊？派我去灾区啊，我争取进步呗。行行行，真是服了你了。你去干活，我背黑锅，很公平。谢谢院长。注意安全。我的妈呀！你别跟这着急了，行不行？我能不着急吗？你是咱家独苗啊！我知道我是咱家独苗，可现在谁家不是一个孩子？现在动员会都开了，你让我怎么退？那杨宇呢？他去吗？杨宇不去，杨宇在医院。他都不去，你去干嘛呀？他不去，我也得去啊，妈。我这就找你主任说去。哎呀，你别来了，你别给我添乱，你不知道这有多乱。那怎么办呀？哎，这样吧，我自己去跟主任说，好吧？跟我说什么呀？没事儿，哎，妈，我这边忙着啊，不说了，回头再说。你等会儿，你别挂，我没说完。怎么了？家里人担心你了？哦，
我妈想的比较多，您不用搭理她。我不管你妈，我就问问你，是不是也不想去？我吧，名单虽然公布了，但也不是不能改。你有什么想法，就直接跟我说实话。我带你十年了，用不着藏着掖着。我能去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本来派你这个吊儿郎当的家伙去，我也不太放心呢。我去吧。哎，主任，不合适吧？这个不合适。没什么不合适的，我还能不如你？家里这摊儿也不轻松，你给我盯住了，出了什么事儿啊？回来我找你算账。陆大夫打电话找您，说什么事儿了吗？好像是陆大夫要去救援队了，让我跟您说一声。哦，哎，周老师，你帮我查一下，我今天还有手术吗？哎，你等会儿啊。哟，暂时没有了，这手术室都满了，已经排不进去了。好，我带着电话，有手术叫我。好嘞。陆大夫在哪儿？在缝合呢。好。剪线。注意伤口别感染，胃服消炎药，告诉伤人怎么用了吗？说了。你别看着我呀，我紧张。哦，好。点点啊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你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我刚刚听说你怎么样去再去？那名单上不是没你名字吗？啊，我跟张姐换了，她刚检查出怀孕，那我就替她去呗。你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呢？说什么呀？这不正好吗？咱俩能搭个伴儿，省得你老惦记我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赶紧换衣服去吧，车待会儿就开了，你赶紧去啊。
好久不见，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。